我也没有进过春节档，所以很希望在这个档期正好碰上冬奥会，对我来说就特别有意义。还是希望观众喜欢吧。今年春节档强手如林，还有水门桥同类型的，还有很多好的电影我都看到介绍，大家也都卯足了劲儿，希望带给观众一场观影的盛宴。我对票房数字没有更高的奢望，希望越多人越好，喜欢看。但是你看到那么强手如林呢，坦率地说，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他们所说的一个黑马，希望当个黑马。这个一般不是导演决定的，我们好像在7月份换过一个档期，然后因为各种原因，其实现在没有哪个档期是最好的。中国有这么多的好电影，我们的电影市场是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，所以应该说每个月都有档期，还是要看好作品。所以呢，我们电影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拿出好作品，讲出好故事。